末了，琪琪话不多说，快抓住本周的尾巴，跟着琪琪滚滚秀的脚步嗨起来。有的时候琪琪在想，咱们的团子肯定都是很聪明的，不信你看，来奶爸亲亲，摸摸摸摸摸摸，小小年纪就知道亲亲了，懂得挺多的嘛。猜猜奶爸平日里最喜欢和团子们做的互动是什么呢？不怕你们嫉妒，那就是摸团子，摸团子喽。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会碰上一只有脾气的团子。咦，叫你摸我，摸摸不摸？你也不许摸它，咬你哦。当然，跟这位团子散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来来来，快到奶爸这里来。哎，乖宝宝，哎，来这里。你自己玩吧你，我要去找妹子呢。平时最多的就是看奶爸调戏团子，可要是遇见这位喜豆仔，事情就不一样啦。哟，今天是奶妈呀，奶妈你咋长得这么好看呢？那个小脸蛋是不是很光滑？来，让我摸摸。那让我亲亲也可以。来，奶妈，让我抱一下。赶快趁机亲一口。哈哈，成功。接下来的时间由奶妈来教大家熊猫语，请大家跟着奶妈认真发音。好了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来给大家说个再见吧。